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ni。嚟马来西亚除了同阳光玩游戏之外，其实 KL 仲有很多室内的地方可以玩的。今次我哋就嚟咗 Sunway Pyramid 嘅 Star Archery 玩射箭，入去试下睇下好唔好玩先。我哋一家四口要玩102沟嗰个 pan， 有150支箭，仲会送多28支添。店里面嘅环境唔算好大，不过咧里面就有好多唔同嘅弓箭层次。成人场嗰边有16条线，每个靶上面都有四个圆形靶嘅，而距离相对会稍微远少少。不过唔紧要，虽然有啲远，但系咧你射嘅位置前面就有荧光幕，可以俾你清楚睇到你射咗去边嘅。儿童场嗰边就有7条线，相对咧嘅距离就较短，而且个靶比较大噶。而且仲有啲好专业特别嘅弓箭款，原来价钱唔同噶。店里面嘅墙壁仲展示咗好多资料性嘅嘢，图文并茂噶。哈哈，入到去我两个仔直情失控一样咁兴奋，仲边有人留意到埲墙上面写啲乜嘢啫？呢啲都系留翻我自己慢慢睇啦。呢度嘅工作人员服务都算唔错，逐一帮我哋绑上保护手带同埋手套。而且仲好细心咁教小朋友用弓箭嘅动作同埋玩法添。由于细佬系左右嘅，工作人员仲专登同佢调过个位，等佢嘅箭唔好射埋阿哥嗰边添。你哋睇下，阿哥个姿势几有型，呃得下人噶。再嚟一个慢动作先，一样系姿势满分噶。你哋唔好睇细佬瘦蜢蜢咁，佢都够力玩噶，而且玩起嚟都有板有眼，仲好快上手添。佢仲话俾我听，鹰眼都系摆呢个 pose 噶。咦，又真系喎！第一次玩都算系唔错咯，起码佢哋玩到劲开心、劲兴奋。男仔嘛，成日以为自己系 adventure。19号系细佬，17号就系哥哥。总算咧，啲箭都全部喺埲墙上面，冇周围乱咁射。等我都唔好执书，试下体验一下玩一下先。大家唔好睇小我喎，虽然我者手者脚，第一箭都俾我好 lucky 咁样射中中心位啊，但系之后就冇中过咯。其实玩咗一阵，攞弓嗰只手都有啲酸软，仲有啲手震。原来呢个运动真系会攰噶。150支箭，喳一声就玩晒，不过都几过瘾嘅。
大家都玩得挺开心添。除了室内游戏室，间唔时在商场玩下这些一家大小都可以参与的活动，爸爸妈妈都不用罚坐，又健康又开心，都值得推荐给大家的。